这，我本来就足爱面官的啊，尤其今仔日，伊对我讲出伊的心内话，我较加深哦，我要报伊的决心啦，所以请你后摆阁讲不准我甲伊来往的话，好不好？啊，今日恁两个到底讲什么？伊有向我提起伊以前迄个红事啦，哦，还阁有啦，伊伫外口迄两个查某啦。伊是安怎讲的？ 讲落这哦，我就有气啦。我已经叫是讲哦，这好朋友、这好朋友也曾经有代志哦，电视啦，也是电影内面才有啦。即摆想袂到吼，伫真正生活内面就会发生啦。竟然就发生伫我女朋友身上。可惜，我是这种代志是准哦，我无伫个身躯边啦。若无，那个无安怎？其实感情代志吼是做复杂的，有真侪代志是意料想袂到，嘛有法度解释。 这，要唔过嘛，袂晓这么无顾道德去去好朋友红仔啊！伊平常就免管这么善良啊，竟然真心伤害，这两个查某实在有够袂见笑。啊，对啦，这，你心肝内到底有啥物怨恨啊？怨恨？你哪安尼问？江文斌讲的啊，伊讲。 你规个心哦，拢是怨恨啦！除非哦，你家己了心拍开，若无哦，你一世人哦，拢得不到幸福，较快乐啊！你莫提啊，伊乌白讲啦。我心内哪有啥物怨恨呢？这，这么侪年来，我一直伫搁我，你一人伫台湾，是毋是啥物代志发生，我毋知影。哪有啦？你看阿姊，敢亲像是有怨恨、有心碎的人是？ 我唔知影呢。听话，敢讲你连这节话都唔爱相信，真是侪年，我当时有骗过你。那你高文斌是安怎变讲这种话啊？那是我甲高文斌的误会啦，无啥物啊。姐，讲来听看卖嘛，好好缘分，等你的烦恼，好不好？过去的代志，莫阁讲啊。 最近大家怒人替我煮好饭菜，到底是谁？你在家创啥？你过来在创啥？ 已经无任何关系啊！想要来这搞搞的，你甲文斌嘛已经无关系啊！你凭什么来这找伊呢？你也知影呢，你即马是甲我小弟斗阵呢。我唔准你敲掉我头嘴，伤害庆华。你唔对啊！我甲你讲，我即马是一个自由之心的人，我想要去倒位就去倒位，倒一只船我拢不爱滴。 我袂阁找一只船将家己绑死。那安尼，你来遮创啥？敢毋是想要重新上船？你放心，文斌伊毋知影我来过，我嘛袂予伊知影讲我转来啊。也毋过我甲你讲，你若感觉即只船对你来讲遐尼要紧，那安尼是，你上好是了后按，若无？对船顶搬落来，
文斌，你回来啊！你也真是要创啥？我无需要你安尼做。我做啥？文斌，以后请你莫来我的房间，莫动我的衫，也佮莫穿这饭菜。我甲你讲，不管你做啥，拢是白条工课，我绝对袂甘去你。 原来，伊以为这一切拢是我做的，看来伊真正毋知影民管倒转来啊。你，就算讲你买只，万卖给漂亮，安尼做拍算的。假使讲这一切，若是民管做的，你的反应敢袂安尼？我的意思是讲。 民管若倒转来，你重新甲你做伙，你会答应我？这是我的事，我无需要甲你讲。你甲我讲好不好？你管伤济啊，请你出去。我知影过去，我对你所做的代志受超过，我伫遮，甲你分析嘞。免啦，拢已经过去。虽然你讲已经过去。 不过，你并无原谅我。陈美凤，你向拢是哥哥在上，我必须警告我这个小人物的感觉。我要休困，跟你走。文斌，敢讲你的生活真是这么凶，一点都无带点咱的好心。 假使你还佫有淡薄仔良心，请你好好对待。文斌，别讲，走。 性命赶回来，所看到的，是我无想要看到的陈美华。明官，我知影无可能，也毋过请你相信。
什么代志？这久无看，阿母，最近你的身体好不？哼，碰你的福气，身体想用你的啦。你哪来这？我是来看明兵的啦。你搞什么电影啊？无啦，我是关心来看，看伊即马状况安怎。嘛是碰你的福气，即马伫做粗工，身体足用的啦。啊，阿母。我阁有代志要请教你，哼，唔通讲到这尔客气，我也无比你较巧啊，有啥物代志应教你？是阿生的问题啦。阿生，阿生是安怎是？我嘛唔知影，伊最近哦胃口无好，暗时要睏的时阵哦，阁吵阁哭呢，我唔知要安怎劝伊。伊那会哭会吵，唔是巴肚枵，就是尿酸我重去。连这样吧，这我知影啦。刘主我嘛有啊，旧年吼我嘛照时间给伊食，啊，不过伊同款伫咧吵伫咧闹，我是一点办法拢无呢。安尼哦，安尼就是身体对伊无爽快，紧带予医生看，这袂用无注意的啦。你放心啦，我会好好照顾阿生。搁再哪讲，伊嘛是感觉骨肉啊。阿母，你跟我回去看阿生好不好？你别给我看。当然啦，你是阿生的阿妈，你当然有资格看，我哪会阻挡你啦？阿母，阿生今日伫咧厝的呢，啊，拄好咱有时间，咱到底来看伊好不好？咱若无吼，唔知要等到当时。好啦，我跟你做伙来去。你来接啦，唔免扶啦，我家己还要行。搁再讲，你这个大门，我出去足侪摆啊。阿母，你先坐啦。王太太，拜托你，家亲抱过来，让阿妈看一下，好不？好啊。阿妈来看你。王太太，你先去泡茶，稍等哦，你得让先去休困啊。乖哟。阿生，不乖啊。阿母，你看阿生有参加文兵无？有够像，鼻、目、嘴，尤其是迄个目眉，甲文斌细汉的时阵同款同款。我嘛感觉吼，伊愈来愈亲像文斌嘞。以前听人讲吼，囝袂用偷生，佫无即款感觉。即摆家己有一个阿婶吼，我看伊的模样，无生嘛袂用的。请你原谅我，你起来了，唔免怪我。这件代志，唔是要原谅，甲唔原谅，都讲会清楚。阿母，你甲文斌，甲江家海，甲这尔啊凄惨，这本来都是你的计划，是你恶意中伤。
所以，即马爱我原谅你。你听我解释好无？以前咱并无熟识，我敢那知影，甲阿伯是害死阮妈妈的人。我得有妈妈保守，感觉有唔对心。你妈妈迫害我家己。 你搁陷害我的后生，我嘛有冤仇，也毋过我从来都无想着讲要报仇。白白是查某人，是安怎你的心肝来遮凶？啊，毋过我早就后悔啊！你这种人爱后悔。 我讲老实话，伫我要甲文斌送入去山沟，伊无消息的迄阵，伊颠倒无怪我，搁伫警察面前替我求情。为伊的时阵，我就已经后悔啊。为什么？我发现，我所爱的人，有一点。 这样善良的事，可是我做过，我哪会可能原谅任何一个要丢我性命的人呢？搁再讲，我害文斌失去家庭，失去事业，我想不到，你谁人要帮我死亡？ 神有神报，恶有恶报。人伫咧做，天伫咧看。根本并不这个道理，伊绝对袂亲像你，会去害任何一个人。我知影，当我了解文斌的故事的时阵，我才发现。 我唔在当时，已经爱着伊啊。不过，我所做所有报仇的代志，都已经发生啊，我无法度弥补，一切都袂有啊。你敢知影你做啥物事？我一个查某人，无钱，搁唔捌字，一个人辛辛苦苦。 将囡仔栽培大汉，你一手都甲毁了，毁了我三十几年的辛苦，你真正是造孽啊！我知影，是我唔对，我即马看到不变者，但是。 心肝下话就艰苦的，我想要甲斗相共，想要弥补，啊，不过根本都唔肯接受我。伊毋是毋接受你，伊是毋敢相信你。老实讲，我也毋相信你。我是你姐。 我所做的代志是我唔对，啊！不过我真正想要忏悔，谁人所有人都无人要相信我。戴碧华，你即马也一定是做人老母的人，你敢有可能将你的后生放伫一个这危险的所在？ 已经害文斌搭钱皮，搞文斌跟你做伙，敢毋是足危险？除非我是痟，啊，若无我绝对无可能让伊倒去你的身躯边。阿母，我拜托你，可怜爱心好无？
感觉你啉死我，还是一世人，我无爸爸。囡仔当然是阮感觉的，假使你若同意，我会用带转，好好栽培伊。妹妹，我无可能，我无可能甲阿成分开。 若是要接受，就同齐，这是阮母仔囝，要若无，两个拢卖。碧华，囡仔若无法度认错归宗，实在是足可怜的。阿母，世界上有啥物代志，连母仔囝分开更加可怜。你嘛做个人妈妈，你对我想一下。 囡仔是无辜的，囡仔唔同意，我都袂叫。就算讲，我一个做阿妈，对不起，阿母。 有啥物代志？有啥物需要我斗相共无？免多谢你，我也无代志。阿母，等一下。阿母，我感觉你正面熟个呢，咱两个人是毋是熟识啊？是啦，我毋捌你啊。嗯？干嘛呢？我哪会感觉咱两个敢见过面呢？歹势啦，可能你认毋着人啊。 就是咧机场拄着迄个暗啦。妈，你当时倒来，你也无妈妈去接你啦。啊，我就是讲，你才满月了，你还不爱去走来走去，唔才无通知你。
阿爸身体有较好无？有啦，就是去做生理的。有影啦，雄雄安尼哦，失去一个后生，无倒就算一阿弥陀佛啦。你阿袂留伫下岗照顾伊啦，只要大刚拢来摒扫。伊身体遮虚，阿恁爸佫遮细汉，伊嘛爱照顾，我煞袂放心的呢。 我应该家己照顾我家己啦，你免操烦。对了，莫怪俊明爱你爱甲遮深，你是一个遮尔好个查某囡，怪俺俊明无福气，你家己一个囝，惊我足孤单。 家，拢来遮陪，伊个这个厝内底，我好亲像，还佮会当看到伊个影，平平。陆瑶，这边我倒转来，我想要回伊住。我等伊转来住个所在，无得卡，伊倒来给我吐吧。 过段电了，过段伊嘛无一定啊。妈，你莫哭，准备讲过啊，因为我看到咱哭，也看到咱笑，我莫回心哦。知影，我袂哭，我袂哭啊。 等来甲兄弟看看，我搬来甲你住。你够是真实的。妈，我即马是有家的新妇啊，你要搬倒来住，我当爱传念平甲你住到底。对呀，其实你甲准备，也无正式结婚，嘛免这样勉强。袂勉强啊，会当安尼做我真欢喜。 准备的面头前手抓过，我至少拢是尤家的新妇，我无帮你带，敢会用？有啥物袂用的？你头壳嘛较清醒，伊也无来甲咱送订，你若无顾，有啥物分呢？若要照起人讲，你根本就无算因家的新妇啊！不管安怎讲，我就是要替准备照顾伊的爸爸妈妈，我袂去讲话无算话。我无讲叫你莫照。 志雄啊，查某囝原来是你的呢，你安尼目睭金金看，安怎戆代志？无你嘛甲讲一句啊！是啊，志雄，如玉你嘛小可讲者，话较清醒。对啦，如玉哦，还佫少年，还好好考虑。 主要，你敢有想过，你一旦搬入去油价，你还有赚偌济的责任？爸，我知影。既然我嫁入油价，我就负责任，我还照顾村民爸爸妈妈，我嘛负责任，我还请养教育院平。<笑>你伫个厝拢娇生惯养，你敢有才调负责任是无？
教育世，迄不是遐尼简单的代志，迄是会拄着真多的困难，你知无？如玉啊，老大人的话哦，你都爱听。你伫边杨家，面具上都是杨俊平的某，真侪所在拢会受到限制。安尼对一个还未结婚的查某囡仔来讲，敢毋是足无方便的？啊！你以后你若是要讲嫁人，我但是讲名声足歹听，我那有影是真不方便啦。这不是问题，我这世人没个嫁。如玉啊，你甘愿照顾一世人？我跟你妈妈哪会目睭金金，看到你安尼一世人无话无哭嘞？如玉，你来这样过日子？你来拢无替我，甲你阿爸小想者。如玉，你嘛爱替我甲恁阿爸想者。文斌的囝，啊，你甲带去地杨家生，安尼阮感觉是要安怎？如玉啊，不管是为着你的爸母，为着阮的孙，还是讲为着你家己，你拢袂用搬去杨家住。爸，妈。恁讲来讲去，拢是为了恁的查某囝。阿伯，阿母，恁讲来讲去，我拢是为了恁的孙。哪呢准备呢？谁来替伊想看卖？谁来替伊讲话？其实有一件代志，恁拢唔知影。迄一天，准备会发生意外。拢是为着我，我要去见陈美华，准备袂放心，到到现场，所以才让脚踏车落大。若不是因为我，准备伊嘛袂这尔早就过世。准备把伊的性命拢给我。爸母的，每样游戏来报答你。阿哥，我这条性命是伊的，我今麦当做，就是替伊养好伊的爸母，替伊家己的囝强养大汉，来继续养家后悔。阿哥，迄囡仔明明就是文斌，证明连伊的性命拢给我囝，文斌的。我们要为什么？爸，过两天，我就要搬去准备引导。如玉，如玉，如玉，如玉啊！至少，咱袂免看如玉咧做戆代志啊！老早，老早，老早，老早。哎，阿恁娘那休养在家啊？哎，有奈个，代志是安尼啦。啊，就阮两个吼，孙阿娘吼，在想讲吼，这个，这个，你是想要讲啥个啦？这个，哎呦，杨太太啊，是安尼啦，啊，着我甲汉强哦，想要请你吃饭，你好，我面子哦，你请我吃饭，哎，为什么啊？啊，着为着吼，汉强啊，来餐厅哦，坐去豆豆啊讲，哈，杨太太，行啦，行，哎呦，哎呦，有啥物话，都只讲嘛是同款，那就一定要去餐厅才会讲啦。无喏，杨太太啊，阮是专工来遮请你的呢，你莫当客气啦，行啦，行啦，啊，莫啦，汉强啊，你都甲我道歉，杨太太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行啦行啦行啦，行啦，我坐坐啦，我坐坐啦，我坐坐啦。哇，咱三个人来叫遮济菜哦，安尼哦。太浪费啦！袂啦袂啦，
会当请到你吼，这是天大地大的民主，叫搁较济菜吼，嘛有价值，礼数礼数啦。是啦是啦，菜有影是叫较济啦，啊无要紧啦，若食袂完吼，啊再包顿慢慢来食个。嘿，啊等你即马讲这什么话啦？啊，唔紧，甲杨太太敬酒一下。啊，来啦，杨太太，我敬你吼。我唔敢饮酒啦。啊？不要诶，你不要饮哦。啊，无要紧啦，咱用茶哦代替酒，来，来，阮敬你。我能敬你。哎呦，你是创啥啦？你把我惊死心啦！你若要对我这么好，叫遮侪菜要请我，哪有遮客气啦？若无代志哦，我要走啊。哎，我老婆，尤太太，你袂用走的啦，啊是安怎啦？尤太太，你唔免惊啦，我无恶意的啦。是啦是啦，其实吼，我是有重要代志，我来同你斗三工啦。哎呦，我哪有法度跟你斗三工，啥物代志？好啦，我坦白讲啦，其实我今仔请你来，是要讲。如果迄个囡仔吼，要安怎处理啦？哦，我都知哦。嗯，天哦要落红雨啊啦。原来哦，你是要甲讲杨艳萍的代志。哎，对了对了，就是要甲你讲哦杨艳萍的代志啦。你叫啥？第一叫，迄囡仔爱姓江的。哎，对了对了对了，杨杨叫唔对去啦。你哪有叫唔对？杨念平是因老母如玉亲生教好的名啦，因老母如玉佫讲哦，杨念平永远都姓杨。杨太太，全世界拢知影讲，如玉生的迄个囡仔是阮文斌的骨肉哦。嗯，江太太，全世界人拢知影讲是薄情郎江文斌放杀如玉因母仔囝，啊，全世界人嘛拢知影讲。是阮俊平有情有义收留因母仔囝，承认因母仔囝啦。刘太太，你讲这无唔对啦，是阮文斌哦，唔对，无应该。那恁俊平有影是有情有义，也毋过囡仔的身躯所留是阮江家的血，毋是杨家的血，对。江先生，你讲无唔对，念平。并不是阮俊平的血脉，可是讲俊平了再生，你们来讨囡仔，我绝对袂甲恁啰嗦，囡仔会害恁。也不过，阮俊平已经无法度分有甲老二脉，一万年平是阮唯一。唯一会当同我离好话，也不过阮有啥物理由，目睭金金，看家己心骨肉去跟别人说，去攀别人的香火，江太太，你嘛较拜托的，这是如玉当阮出名的名声，让伊来去认做老爸的。你若要求我，无要紧，拜托你，请你别求计较的人。我相信阮俊平在天之灵，伊看会到，啥物人较求，敢对家用的人无守信用、无负责任，你敢无？今日我袂让你跑，也毋过我要拜托你。拜托你手洗牙关，我已经无惊。你莫过来抢我的孙咯，这道韭菜，我都是有，只要你。